永续发展带有余悸。世新大学副校长杨胜玉将体育室特别制作的锦旗献给永庆房屋董事长孙庆余，现场快门声不断，一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世新大学与永庆房屋强强联手，透过对世新男篮赞助等方式进行深度产学合作结盟，未来4年双方将联合开设实习课程，合办就业辅导，并共同推进区域及偏乡运动等公益活动，让产学合作升级大跃进。说真的，它不只是一个令人艳羡的一个数字，它代表的是它因为让大家有信任度，所以大家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未来交给永庆来作为一个精神的对象。永庆房屋除了秉持诚实精神，更致力打造聪明工作、健康生活的职场环境，积极支持各项运动活动。今年与世新大学携手推广运动文化，鼓励团队合作、奋斗不懈的精神，打造多元健康校园生活。那我们的服务业嘛，我们也强调团队服务，因为团队服务才能帮客户创造更大的效率，成交的速度才更快。世新大学校友人才辈出，其中永庆房屋也有上百位优秀员工来自世新，像是已是百万年薪一族的永庆房屋大安一部电协理赖尚伟，36岁就买下2间房子，他也特别在合作结盟这天献花给副校长杨胜玉，表达对母校的感谢。世新大学创校65年来，始终坚持着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与永庆房屋先成实再成交的企业理念不谋而合。未来双方将共同发展各项合作新计划，强强联手，创造双赢。